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是我心目中梦幻甜点第一名哦，嗯，而且它的触感超级特别的哦，嗯，只要吃一口，马上就会有一种幸福的滋味。哇，光听就好想吃哦。对啊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姐姐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是什么？有猜到吗？一起说。猜到棉花糖。棉花糖，小朋友。你们很厉害哦，好像已经答对了，就是彩色棉花糖。你们看，我的是草莓的粉红色哦。哇，我的跟月亮一样是黄色的，嘿嘿，我的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颜色的彩色。哇，好羡慕哦。不用不用不用啊，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，所有所有的棉花糖吃起来都会甜蜜蜜。哇，好期待哦，我们赶快一起来制作彩色棉花糖吧，真是令人期待，一起来吧。黄色的棉花糖，圆鼓鼓的热气球，嘟嘟的真淘气，让我们去旅行，我们去旅行。红色的棉花糖，穿着可爱的蓬蓬裙，转圈圈不会晕，跳舞真是美丽。哇，啦啦啦啦，彩色的棉花糖，天天又天天爱在一起。啦啦啦啦，彩色的棉花糖，天天又天天爱在一起。啦啦啦啦，上课黏在一起。啦啦啦啦，玩耍黏在一起。其实很简单呢，首先要加一点砂糖精。不够不够，我觉得应该要再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哦，好好，那多加一点砂糖，亮晶晶，晶。小朋友，我们也一起来，亮晶晶，晶。好像可以再多一点呢，亮晶晶。机器它会开始出现一种白白软绵绵的棉花丝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把它们缠在一起，像这样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换我们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。我觉得还是不够哎，我想要这么大的，而且要白白蓬蓬的，像云朵一样的，所以要更努力的，像这样，转圈圈，转转转，转转转转转。那我们转圈圈，转圈圈，转转转转转。好大的棉花糖！接下来你们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颜色哦。小朋友，你们喜欢什么颜色呢？彩色，彩色，粉红色，还黄色。小朋友，你们加了好多好多不同的颜色，这样就会比彩虹姐姐的还要更漂亮了耶！啊，比比比比比比！熊比真可爱耶，他说他好想要一只蓝色的棉花糖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熊比，没问题，因为我们早就帮你准备好了呀。熊比笑得好开心哦，小朋友要一起笑嘻嘻，摆出一个最甜最甜的笑容哦。
好可爱呀、啊！那我们来问问熊比哦，熊比，你觉得我们今天做的棉花糖是不是很甜、很漂亮啊？我是樱桃姐姐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，这样子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哦。除了订阅之外，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也可以看这里哦。